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玩《萨尔达传说》中文版《旷野之息》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海滩的村落这边，我们昨天向女神祈祷。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这个海滩这边来冒险，我们来跟所有的人讲话。这边有些房子，不晓得里面有没有住人，可以跟他讲话。没有人。这个呢？这样，这边有一个人可以跟他讲话哦。这在哪边哦？这在这个刚进这个村落这边哦。然后反正就是你会找到一个地方，你看大概位置是在这边，这个海滩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锅子，这样这边有锅子，然后这边有个女人，你跟他讲话。这样，需要山羊奶油跟生命海螺这样子。那生命海螺哦，在这边的海滩就可以捡得到。那山羊奶油的话呢，这个是要到卡卡利克村那边有的卖。那羊油要在哪边买呢？羊油要在卡卡利克村哦，在这个伊帕老婆婆住处的旁边啊，这边。这边就有卖羊油，在这边山羊奶油哦，我们就要买一个。那就需要准备这两个材料。我知道卡卡利克村买了这个山羊奶油，然后你在这个沙滩这边找到生命海螺。这个下面好像有一些菇哦，去采一下。这应该是毅力蘑菇，我没看错的话。啊，太好了！这下面有毅力蘑菇，大家可以来采一下。还有吗？好像都被我采完了。好。啊，今天我们就解了这个晚饭呢、啊、这个任务。那这个附近呢、啊，这个生命海螺好像在这个附近可以找得到，或者是在这边可以找得到，我猜，或者在这边可以找得到。不过昨天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哎，我要跟他讲一些话。嗨，好啊，我就全部拿了哦。没有要，没有要鱼叉了。好，这样，这是我记得这边有生命海螺可以捡，不然就是在海滩上面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应该有海螺。这边还有好多鱼可以炸。
没有啦，可以补。那我就用炸的，我就什么都用炸的就对了。那我昨天在这附近还有看到很多的宝箱哦，还是前天在这边有看到很多的宝箱，我就来这边看有宝箱在这吗？哦，那边有个宝箱，所以我过去找这个宝箱。在那边，这边来看，这边就有生命海螺，这边就可以找到生命海螺，还可以找得到宝箱。反正我觉得这海滩这边就有超多宝箱的，大家可以来这边啊寻宝。好啊，应该还有别的宝箱，我好像看到。没了吗？就这样吗？哦，这边有个什么东西？有一个昨天我丢的剑，是不是在这里面？哦，就不捡了，回去，要被淹死了。对不起喽。啊，小哥，哦，爱之石啊，我们已经解开过了。谢谢，告诉我。好多的石头，拿起来都会有一些惊喜哦，这样子。被我们不小心砸死的螃蟹。哦，这边有个宝箱，你看这湖里面有蛮多的宝箱的。吸不到，这边好多鱼哦，我来炸一下鱼好了。知道蛮残忍的，但是我要补这些鱼。啊，我快没体力了，我还吃一点补体力的食物。刚好够爬上这边。然后解开这个宝箱。这边好像没什么东西了，我来去解解看。就是刚才有个小朋友带我去看的那个遗迹啊，这样子。那边有个神庙可以解。
刚才进去过好像没人。不过下面好像有一些，有些什么？生命松露，就是哦，就是那个小有两个妹妹一直在找的生命松露。刚才在做饭的那个，他的先生也回来了。哎，这边还有人可以对话吗？没有。就来看看这些房子里面有没有人可以跟他讲话。这边有一个赌博的，这个房子啊，这样，我们明天再来这边赌博好了，我们明天见。